恭喜大家，哎，这一次能够得奖，哎，那我觉得这一次在评审的过程中，尤其在金山的过程里面，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开始试着学习去跟人接触做田野，而且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拍出一个简单的故事，我觉得非常不简单。那我也希望你们带着这样的心情，带着台湾人对于人的热情跟对土地的感觉，然后能够到对岸去，然后去发掘更多地方的风土民情，然后可以做更多的交流，让大家有机会更看到世界其他的地方，而且能够开阔自己的心胸。恭喜大家，谢谢。